们呢目前的位置哦，就是在这个新竹的南园客栈的这个外头哦。那这个今天所谓的伯徐福喜事就在这里来登场哦。那由于呢今天这个新郎官伯呱呱他的身份是非常的特殊哦，导致呢今天的这个进出入的管制也是很严格的、哦。那堪称呢是国安级的管制哦。那门口呢只要一靠近就会有工作人员，好要来提醒你说今天这里是谢绝采访的，对于进出入的人员还有车辆也都是严加的控管哦。那稍早呢我们也从制高点拍摄到了这个伯呱呱婚宴的会场，好极有可能就是他今天举行这个户外婚礼的一个地点哦，包括呢现场的布置是用这个透明的屋顶哦，亚克力的屋顶以及红布幕还有红灯笼来点缀哦，好算是呢看起来是喜气洋洋的，那也为了今天这个伯徐福喜事哦，增添了很多这个喜气的一个元素在里头。那同时哦，根据了解呢，今天呢这个许家，也就是这个宜兰千金这个女方的部分呢，是表示呢今天的婚宴是不会邀请这个政治人物的。那据说这个伯呱呱的海外大姨，好今天有可能会出席在这个南园客栈的这场婚宴呢。那今天的这场婚宴呢是相当的低调保密哦，所有的饭店人员呢其实早就已经就是严格管制了，是禁止对外来发声的。那同时呢参与的所有工作人员手机都是要上缴，是禁止的拍照的。好，今天的婚宴细节包括了伯呱呱他会席开12张桌，好走这个所谓的精致台菜路线呢，以这个台文法菜的方式非常的高档精致来呈现他们的餐点，每桌高达了6万元。那么呢虽然今天这个新人呢、哦、他们是一再的强调低调再低调，但由于这个伯呱呱他的身份是非常的特殊，同时也引起了国安高层的高度关注哦。
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、干燥与暗沉。现在起，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。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，它添加五种 EGF，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，强化皮肤修复，增加肌肤弹性水嫩，轻松抚平皱纹，换回青春自信。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，护肤露、全效精华、精华霜，即刻启动冻龄密码。